好了，兄弟，我们现在要向甜品出发了。先做一个西多士，这个厚度，嗯，差不多了，两块，然后简单的飞边，擦那个花生酱嘛，夹在一起，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两分钟啊，两分钟，3、2、1，好，起来。 粘住了，粘住了，失败了。我们不能把它压死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好，没想到有这个情况出现。笑什么？好抽象啊，你写的，艺术。 艺术 ，OK， 好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，不要压死，我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翻，也翻啊，对，现在非常好，这个颜色啊，应该 OK 了，练了，哎，小心啊，哎，哇，有了，完美。 其实也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味道不错，但是只是中间面包的部分好像有点软。八湾仔西多士，外脆内软，葱满口感。八湾仔西多士，食过你就知。啊，这个3、2、1，八湾仔西多士。 食过你就知。